这也是要放一个才能那个牌。对啊。好了，我烧完了，鹅卵石可以再丢进去。其实侧面可以，侧面可以啊。我想要换位，等一下哦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太坏了。我换一个位，我把它混在这儿。我还是想要闪。哇，外面风很大的感觉。哦，对啊，今天风有点大。那你是打算下面这片敲掉吗？嗯，我就放这个。我要放这个。谢小猪。这样子。可以起来。可以耶，你看。哦。这样子。繁星，你看。蛋鸟，蛋鸟，蛋鸟，我在帮你挖鹅卵石。哎、欸，我够啊，我鹅卵石够啊。我想说你没有扔进去啦。啊，我刚扔。可以啦，我剩24个。嗯，可以啊，一比一啊。一比一吗？它是一比一的烧。哎、欸，我的砍树是要从下面砍才行哦。对。哈。哈。啊，你的模板要丢上去啊。呵。然后我就可以去挖矿，对不对？金，我可不可以放这个？然后，石头不能做那个嘛，对不对？那等它烧完，我要做两个模板。那你要烧金啊？我只有四个金锭。你可以先烧啊。把它融掉，对不对？金啊，对啊，金再拿回去融。我等这个石头烧完。繁星都几点睡觉啊？前阵子一两点，就昨天，不知道为什么作息变到五点了。五点，那我看你今天应该要用完很晚睡觉。哎呀，差不多吧。对啊，还行啊，因为不止玩了听课啦，有开始摸其他东西，就觉得很好玩。又是时光屋的啊。哇，这个融掉。铁会比较，铁的那个绑定结跟手柄会比较好吗？来，我教你看。哎、欸，我今天不是有教过你看那个吗？我对啊，然后我忘记要看什么工具吗？嗯，黄色那本书，欸、黄色那本书，看工具材质、啊。对，然后你选到铁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哦，铁看到了。它，就。做顶端就好了吧？啊，你的手柄、手柄跟其他部件、木头也就好了。骨头没好吗？骨头你有吗？差不多，没有。哦，好。仙人掌哎，好酷哦！你仙人掌不用到手柄上哦。我有看到。
你自己会受伤哦。我的嗯嗯，会吃到是不是？对，嗯，你看可不可以踩到甘蔗啦？甘蔗，因为纸的效果是可以额外强化一次，它没有什么嗯，用处，它就是可以强哦化有一次。哎、欸，木头木头有啊、欸、有比较好哎、欸，对啊，我马上用一你用下，木头的话，它就是会慢慢恢复。你因为本我身就是，是木头的啦。哦哦木头会慢慢，它好处是慢慢恢复就对了。对，很慢，很不明显，但是就是会回。那你一定要挂在线上嘛，对不对？要放在身上。要放身上。哦，先我那时候就是有放放箱身上子，就可以吗？对吧？嗯。放箱子就不会有了，啊、已经测试过了。没事，我想听，啊，我想听发生什么事。嗯嗯，老师就是你来看，就是我做了一个，嗯，还要再需要金，对不对？拿回去烧吧，我记得可以欸。可以吗？我记得可以啊，我没有这么蠢过啦，你试试看。嗯，哦，不不能行烧，了。那这要怎么办啊，观众？我没有试过这个东西耶。空白膜。做模的一欸，个，借我，那你借我看一下。给你买。好。哇，好大一片哦。哦，这个是可以啊？增加耐力的东西，这是防增具加用耐力？的。来，我还你。不要，给你。没有，这个你也用得到。感觉很久。后期。你按 U，嗯、哦。哎，它就是可强以，化大板啊，黑曜石不一定啊，它就是啊，说保护啊、防火啊、防爆那些东西，就是要用这个。嗯嗯，团团也做过同样的事，是不是？按太爽 啊，哎一定呦，都会啊！大家很会告状，很会可打小报告。恶，还没有体验过。哎，这变中文了吗？哎，变中文的了嘞。哎，我的那个腐肉有比较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了。中你的文了腐肉吗？看起来是中文，还没。我说是要把这个书看完。你那时候有看那个书吗？点完看看，不然不可能就只有我显示是。我需要把它全部点吗？就看翻啦。过。哦。为什么这腐肉跟这个书有关系啊？到，我那时候也就真的只是好奇乱，新手嘛，什么都爱乱翻，嗯，翻一翻，我就突然发现我的腐肉不是哎、欸，看可是懂它已经变成我看得出来什么 i 什么 e 很像七的东西，了。诶，对不我的叫反物质腐肉。对？真的哦。还是看不懂。真选人吧。嗯，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？然后，好像烧铁。我想把部件换一下，因为这个都浊。哎，这个模板只能自己放在旁边收起来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做个模具的那个啊，再做一个模具像，的啊。它会那个吗？它会连在一起吗？不然你把模，什么连在一起？不会，就是不会。要放的时候再拿。你放箱子会比较好啊，因为你现在有重复的两个定的模板，对不对？重复的两因为个，它重复的不能放进去那个模具加哦，工我台。懂你意思。你这个先收起来吧，红布。哎，那个我那个你放回去，我要把它弄掉。你要弄掉？你要弄什么？铁的啊，铁的好吗？嗯，把，
可是铁的手柄，你看一下，它是捡耐久哦。哦，那个是我刚，我看一下，我再看一你下。看一下啊，铁的耐久强化它你是说乘以强零化点是靠，八五，那其他部件呢？其他部件是加50耐久。嗯，它好像对，比木头好的样子。加五十看一下，其他部件木的是加十五。你真的要的话，你用那个啊，嗯，铜啊，铜哦，你把两个铜，铜拿下去做啊，你看耐久加100，然后又乘以1.05。铜在哪？铜不是橘色的吗？对啊，铜，我怎么找不到铜？左边左边，第五排最后一个，一二三四，哦，真的啊，100。好做这吧，个就铜。好啦。那我合在一起，铁跟铜合在一起会变成？不嗯，会吧？就是十字绑定结跟，不是，我说我的熔炉里如果有铁跟，哦，不会啊。你是说铝合金是什么了呀？铝合金是铝跟铜，铝跟铜好。不然你真的怕的话，你就先把铁烧成那个啊。嗯，什么？我从非洲回来了。繁星有打他们才有哦，繁星他说你是有打那个才有那个哦，字是是，哦，那你要不要打打看？我带你回打什去，么？我带你回家。你要带我回家？我是不是需要经验传你家？我去你家喽。好，我们家好好，贵直接按通我们白纸来，这里，哦。好。来坐这里。升罐砖啊？我这哦，个你眼的睛升就，罐，我这个眼睛就升怪砖拿到的啊。它是不一样的罐哎、欸，不一样，它是有点，晕开的僵尸吗？开的僵尸。脸看起来有点晕开，你等下就看一下你的荧幕上方可以看到僵尸的脸。等下我先把这挖掉，那什么？打他，等下打他。你有武器我吗？要是我没有武器，哇，你刀好大只哦！啊！箱子里，他被吸进去了。吓死人！好，你指他，有没有看到这他的什眼么？色？就是这个腐肉的僵尸啊！你看，哦，长看这个样到子。有，好丑哦！打他！三大件没有啊，还是没有打吗他，没有，no，被骗，？No，不用啊。没事，正常为什正常。么？这什么？他吸这走什么？他会虚把，空漏斗？对，他会把经验跟物品吸走。啊，那经验会？我今天才学到，你就点下面那个玻璃，你点，点一下就加一等。哦，真的哎。对啊，就挂在这边用虚的。空漏斗好酷哦！啊，你搬砖还我。我要还这个吗？被 又被吸走吸走了，好，没问题。还是没有，好吧，没有，为什么？没有啦。我说还是没办法看到，对好啊，吧，可能真的只有你有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垄断了这个市场。雷光模糊，这什么？好多符箓啊，我都是从这边拿走的。哦！哇，哪一组？谢谢宝哦，清。我还想偷偷教你这个东西。你现在身上几等？六等。来，你吃到十等，吃到十等，吃经验吃到十等。坚持，我要吃什么？你没有带身上吗？没有。那你拿，你从里面拿一组走没关哦，系。居然好，你这吃么到十多，等。好了，十等。你从里面拿，不要好了，我用这样教你。你拿剪刀。剪刀，剪旁边，剪四个藤蔓。
好，剪刀放回去。再来，剪刀你放回拿去。苔藓，那不，青苔加四个鹅卵石合你有成。教我吼？我教你，再教你一次嘛。好，我想一下，青苔加什么？鹅卵石啊。青苔加鹅卵石变成一个青苔石，嗯，哦，然后四个吗？四个再合在一起。我哦，看到一个恐怖的东西。苔藓球，嘿，耶！哎，然后你回去把你的稿子覆膜上去，这就是经验修补了。怎么付？你要回去你的工作配装台。好的。蓝石矿我也不知石。道这干什么的，我用不到。哇！你要啊，看不管。吗？哦，这只僵尸眼睛比较不一样啊。那他有比较强吗？哎，眼睛都好红哦，为你什们怎么么？了？为什么你不插火把？我神怪钻啊，神怪塔，懂吗？我懂。会缺线，缺符咒，缺安德，就只能靠这样子打。谢谢你们的小啾啾，小啾啾。我要回家喽。好啊，我吃这个好了。不要点到床哦，拜托。我是睡到你的床，然后你的祭典就不见了。没有诶，还在，我今天也有死过一次啊。那是因为你后来不是又点自己点过一次？那我可是不是是要照理梦到说，我的铁我又镐点上过一去？次，你应该就不会回我的床了啊。哦，对，那为什么？对啊，来放上去，这样来子？拿下来。有没有看到它上面就有个磁力，下面有个修复苔藓？有，可是哦，经验不够也可以用哦。哎，它会储存经验。有没有看到它右边有个容纳经验叉 P？右边最右边，不绿是的不字，是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说我们要强化这个稿子，像我们现在要用一个修复苔藓，那这个稿子不用经验不用满，它就可以附上去对啊，它只是额外加强而已，强化就哦。哦，这个意思。那它额外加强可以加强几稿？苔藓好像可以加三个吧，哦，还是一个，苔藓就够了啦，一个就够了。再加上哦，如果没有，你，我嘿，是说加上别的能力的话。加变能力，就是要你要去练它。你再放一次上去，你的稿子刚刚已经用过一次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它剩余强化次数变成二，有看哦，到所以我吗？现在还可以再放两种东西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要放红石让它挖掘速度加快嘞，或是青金石让它变成幸运效果。啊，你一直挖矿或是打怪的话，它会升级，所以可以再增加。那你现在你的稿子跟那个什么锤子稿子都是挖幸运用幸运是不是？我然后的锤子都挖矿吗？锤子是幸运。锤子是幸运嘿，哦。啊，稿子是挖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才用稿子。为什么？你稿子有什么吗？没有什么啊，嘿，就，没有什么。对，比如那说，两把你怎么取舍？就是你什么时候用好，呢？我这样解释给你听，我稿子用的比较材料比较贵，所以我用它只是挖一个而已，但是它材那你料很什么时贵，候你会拿来挖这个？比需要用如到这一把？地狱有一个矿。可以用这还个要用挖，这一把？对，像我的锤子就是修的时候只要铁而已，它就挖不了那个矿，但是它就是挖很快，挖很大片，我这样取舍的。我懂你意对，思。那你的那个稿子的是用什么修？耐酸铝，那你算听起来就好复杂。是不复杂，只是我懒得去弄它，好哦。它需要铝。铁跟黑曜石，就只是很烦，我懒得去弄它而已，这样很单纯。那如果这样子，你说这可以，给我放木棒啊！
是这样吗？对，你有没有看到棒子变银亮亮的了？什么是免费经验加成？哦，可以获得额外经验。来，你拿起来。哎，可是这个哦，这只是换材质。对，这换材质不影响强化次数。哦。来，你去挖矿，你就会发现你挖鹅卵石也会挖石头也有经验了，再配上你的那个修复苔藓，就几乎不会坏，但不会说一定不坏。嗯，像你这个稿子也可以强化成歌，有没有？真的哎、欸，我看到了啊，它哦，不一定啊，它就是有时候会有，哦，酷酷的。就如果你锤子也有附，会比较明显，因为一次挖九个，一定至少会有一个中、这样子。懂。琥珀可以干嘛？我目前还没用过它。太远了吧，我扔给你了、欸。我想说奇怪怎么不见。那写我身上。要看一下你刚刚重载材质包我在干嘛。什么？你刚刚重载材质包我在干嘛？我刚刚听到什么怪声音呢、欸、怪声音。没有吗？那你把这边铺路。这什么大理石。大理石。哦。这是我未来的矿道了。加固。哇。加固有什么？双犁吗？这个是工业用的，我们用不到。好哦，奇矿。懂。可以先用黑曜石做工具，用水跟岩浆合。对，就我们那天用的。黑曜石工具。那反正首先就是你要先去捞到岩浆啊，要八桶、黑曜石那种东西要很贵，不一定很贵啦，就是我们是做锤子要八个。所以你的锤子是什么？现在吗？嗯，铁吧。头是铁、它的大板是两个黑曜石、之后会改啦。所以你那一把可以用黑曜石跟铁来修，对，这个意思。懂了齁。懂。所以是那种特别工具才可以用两种材质来修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来，你再来这边。我现在点开喽。你看锤子，它有没有像一个？我知道，就是有两边两个头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算是有两种材质。像这个的，像刀子这种东西，这算大，这种也可以用两个材质修，对，它只要头的部分有两个就可以用两个材质修，那像这个就只有一个了，对，好，然后我的砍你的头也是用这个，它也是可以用两个材质，砍我的头是哪一个？这个，现在这个啊，壁刀。它叫做对劈刀，劈刀劈下去的劈啊！你可以做一个这个战斗牌子，有啊，你有跟我说，他用你可以先做木头的就好了，木头就是真的一个告示牌拿在手上，他只要可是我现在这个模板。可是我现在有别的材质，要不要做别的材质？你有什么材质？它这个底下不是说我们刚刚有烧一些东西啊，要那些做吗？可以啊，你有烧什么铜吗？没事。我看你在工作台前面吗？我刚看你在这边欸。对啊，我现在在这边啊。哇，你怎么有办法？你那么懒哦。有差吗？没有，我吓到我那个。没有啦。可是那种做那个就要。如果你要用金属的话，对，就是要模板，所以你先用木头。那我先用这个吧。木头、碎石、石头都可以先用模板。我这个不能，我刚丢哪去了？你丢箱子里啊。
这个吗？那我们去，我忘记了。嘿、hey, ，忘记什么？哦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做木头的，木头就够了。不行，铁的一定要用那个模具。用模具，金属都要用模具。好，我们做一个这个。像盾牌，你就这样吗？对啊，对，这样就好了，拿来副手就够了。只是那打怪要举盾吗？就是他就是盾牌啊。我说打怪要举起来吗？看你。看我。哦，一定要啦，因为我不举盾的话，是因为我的。哦，你的有那个。我的仙人掌，还是你要仙人掌？我回去拿给你。很多，不用客气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哈，我去拿。突然想看妈妈昨天的样子，什么叫做昨天的样子？什么鬼？十点半了，各位，再五分钟关台喽。对呀、啊，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？对啊，随便玩一玩，就时间不见了。来，箱子好乱，觉得。可以把头跟身体全都改成仙人掌了。头？在做一样的东西，头跟仙人掌都用。哦哦。对，慢慢来，不用紧张。仙人掌放上去就好了。他几个啊？三个哦，对不起，我再回去拿。哦，要看哦。对，你看一下模板上面会显示要几个。哦，三个。对，好，我回去拿。那不就？你说头跟什么？身体棒子的位置。手把、手柄，那你是不是要再拿两个？我总共要拿几？手柄一个吗？嗯，好。然后板子锤一个。好，我来了。昨天在耳朵旁边讲话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声音，不要给。怎么一直拿？你们不觉得这个加仙人掌很像猫咪的头啊？还是脸拿在手上吗？走一走，我会觉得我手上在拿着一只猫。你等下坐上去就知道了，你等下就知道了。它就是黄色配绿色啊。哦哟，一个板子，一个这个，然后把它合成这个，耶、yeah!。有没有？你这样走一走，你会发现你在拿着一只猫。对，它就是尖刺效果。就比如我打你。哦，真的哎，你受伤了、啊。昨天不是到两点多，可是昨天我是十二点开，今天是十点开，那是不是？那我今天等一下还有事情。对啊，人家还有事嘛。明天啊，不是明天是正义猫猫。讲完喽。把它贴掉。哦，你这个是多的。哪一个？这两个。哦。角角，或是你想全正方形也可以啦，不一定。对啊，我最后把它改一下吧。好啊。哎呦，这边还有，先把它铺起来。可是其实这边还可以放一个那个。可以啊。没关系，我先补起来吧。对啊，为什么仙人掌做手柄，然后手柄不会刺到自己啊？好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我那时候也在想，应该会啦，只是应该会，对，只是不明显，因为你被怪打，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到底真的有没有被打。哦，那为什么你那时候会用想要用仙人掌做？哦，没有啦，来来来来，你打开书。打开书，好的。你看一下它的介绍。仙人掌是不是？嗯，你看它有分手柄跟其他部件。哦，怎么看？手柄跟其他部件，尖刺格挡攻击时会对攻击者造成伤害。对啊，一样啊。
格挡攻击时会对攻击者造成，所以他不会对。哦，手柄才是。嗯，不对啊。手柄跟其他部件都只是反那个啊，坚持效果。从这些坚持东西里面，他们啊，顶端呐、啊，我懂意思了。顶端的才会啦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顶端。坚持跟坚持，我再查查看。嗯、所以顶端是不是应该换掉，换一个有耐久的？欸、因为手柄跟手柄的话，它已经会200，就是会，对啊，会受伤。我看一下哦，尖刺，哪个的？什么鬼？为什么？怎么？啊我查到的是说，受敌人攻击时被反甲伤害嘛，就别人打你他会痛，然后另外的效果是挖矿的时候会伤害到使用者，挖矿而已啦，反正就不要拿它来挖矿，对，不要做挖矿的头，应该就没事了。看了半天看不懂，没关系啊，我也从不懂，然后慢慢看。慢慢玩，繁星今天上了2个小时课，4小时吧，今天我差点就跳。2小时而已啊，你在的时候是，哎、欸，下午、啊你睡觉之前，对，对啊，下午已经，你是让我本来下午想说，嗯，进来然后开台，然后想，嗯，后来不对，发现，嗯，我完全不会，那你先教，一教2个小时过去，然后现在要2个小时，还好啊，算复习吧。挖矿还会受伤，这工具未免太强，因为它是那个仙人掌啊，对呀、啊。那我头要换什么？可是你又不会拿它来挖矿，所以应该也不用换吧？不是，你想想看，我如果头换了更痛的东西，我不是更强、哦？对对对对对，对啊、哦。对，嗯，这个书是不会耗耐啊？书？什么书？不是这个牌子会耗耐吗？你举盾格挡就会耗耐，或普攻打东西就会耗耐了。嗯，哎、欸，我想找个海绵来玩哎、欸，因为海绵它不能攻击怪，攻击会有噗噗噗的声音，就我那个塑胶压的声音。哦，我懂你说什么。想要海绵。好啦，我们好啦，差不多了。下次对啊。对啊，反正都会在这边。对，好啦，谢谢繁星老师今天教的课。不会，我也只是复习而已。你也只是复习。对啊。好啦，那我先收台。我也去收台。OK。巧克力生日快乐！2月1号，巧克力跟娘娘生日。好啦，那今天我的画面在哪里？魔物猎人。啊！猫科，猫科。好啦，今天就开台到这边啦。对，后半小时，后不后两小时再教 Moco， 我觉得算对我的一种复习吧。那就这样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或是 ATN 生存，还有其他人的生存影片，我在讲什么？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 ATN 生存或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哎，我让酷公社，拜拜。对，你不觉得很爽吗？你看，只要被怪打，他就会死掉了。差不多了吧？等一下，快，再来，我关台。哦，你这么炮哎、好啦，我们关台啦，拜咯，感谢今天收看。